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这就饿的。这什么这？这不，不是为了你吗？上期视频好多小伙伴想要你挑战，一天只吃日本美食啊？那好吃吗？那什么呢？小伙伴们可都答应了，只要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班级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能拿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我们先给小胖来一碗日式鳗鱼饭，再配一个臭烘烘的日本纳豆。啊！我的天哪！是这个味儿。到了中午要吃饱，先给小胖来一份热乎乎的寿喜锅。哇，到了晚上就给小胖安排一碗日式乌冬面。今天吃的真是大大的好啊。